面搭乘，稳胜166。各位大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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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祝中大鱼啊！加油加油！变抓的章鱼哥哥，长脚章鱼啊！后面中鱼啊！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哇，跑掉了，断掉了，灯鱼啊！哇！今天使用我们的赤火大波杆，所以，然后呢，海炮600，不解释，看到这个就知道要干嘛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里，收油门啊，收油门放慢，然后松线背，稳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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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轩拿大高来，大高，对对对。斗啊斗啊斗啊！问啊问啊来问啊，问啊问啊！哎呦，弄出你去看呢。我们大哥中鱼，中鱼比个耶，赞赞赞！我们船长带了啊，船长带了啊。你好，坐大点，看一下啊。睡睡睡啊，起来啊，起来啊！来啊，走啊啦，走啊！你走啊，你走啊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哥，你走哥，卡板呢，卡板呢。卡板的，这袂炸，这袂炸。不要打我。哎，卡板的，卡板的，卡板的，这袂炸啊，这高就稳的。水，水，水，水。是啊，咬了咬了咬了，咬了咬了啊！我们大哥第一次啊，是是是，大哥，这大哥，这里炸个，啥炸个，你炸个。是是是，老大老大，先出来，出来外面的就那个稳了，稳了稳了，救命救命！大副奖，大副奖，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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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奖，十几呀！
鬼牌，然后就是那个老爸就送给他，我们粉丝福利啊，粉丝福利。好，我们先请你们。那我们先请，船长，我们请船长洗牌好了，请船长洗牌。大家都有看到，抽到鬼牌就是那只老爸、哦，带回家哦，恭喜啊，恭喜啊。干净的哈、哦，干净的，来，先选先赢啊、哦，先选先赢啊、哦，别看别看别看，懵了懵了，哇，最后一张，啊、你赢啊，谁中谁中、哎，恭喜我们大哥，恭喜老板中奖了，来来来，成功，恭喜哥真棒啊，恭喜我们中奖哦，哇，这里，我们恭喜恭喜我们那个。做装潢的大哥抽中，好，先大家看一下几斤。我啊，差十斤左右。差不多，我觉得应该差八斤、七八斤而已，有吗？差不多。都涨好大。斤多了，大概九斤多啊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这一次呢，我们的行程全部钓完回来了。BD 呢，我们经过千辛万苦，拼了第三次。才拼到了一只肉娃，还不大只啦，但是至少有啦。要给各位钓客们一个心态，在我们的娱乐船上面呢，要钓到肉娃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。就连 BD 都拼了三次才拼到一只，因为我们钓客人数比较多，然后钓具的程度呢比较参差不齐，放枪啊、跑鱼等等啊 ，miss 掉很多次机会，并不是说。每次出去都会有很多鱼货，可能一整天呢就一只、两只、三只这样，所以呢，肉娃呢才被我们钓鱼人当作是我们的梦幻鱼啦。那这次就是我们的影片钓友的最终结果啦。那期待呢我们在海上相遇啦，让我们出发来去前往下一次的钓友啦。一二三 ，Let's go！